十五个国家的四十四位顶尖科学家联名发出的紧急公开信，根据《自然通讯》的重磅研究95，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度锁定地球温控系统的崩溃区间就在二零二五年到二零九五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那把悬在人类头顶几万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绳子快要断了。地球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科学家推测正确，会出现电影《后天》里。 冰封地球的场景吗？今天我们就用最详实的数据，带你拆解这场正在发生的的地球停转危机。AMOC 崩溃，很多人可能连 AMOC 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它就是掌握着你餐桌上的每一粒粮食，掌握着你窗外的温度，甚至掌握着你所在城市的存亡。 A M O C 全称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学术，你不需要记，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地球的心脏泵，或者是地球的中央空调。事情发生在二零二四年十月，一件在国际科学界极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自全球十五个国家的四十四位顶尖气候科学家。 罕见地打破了学术界一贯的严谨与保守，他们联名向北欧部长理事会发出了一封紧急公开信。这封信的语气不再是温和的建议，而是警告。信里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我们之前算错了，全人类都被那条原本以为安全的红线给骗了。那个足以毁灭现代文明的气候临界点被大大低估了。 他们之所以如此惊慌，是因为一份2024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重磅研究。这项研究不再给人类画大饼，而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窗口。研究显示，地球那套维持了上万年宜居环境的温控系统，它的崩溃区间是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度的2025年到2095年。听懂了吗？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而2025年就是起始的最早时间点。 我们都知道，地球受热是极不均匀的。赤道地区每天被太阳直射，热得要命；而两极地区常年冰封，冷得要命。按理说，这种极端的温差会让地球变成一个气候极其暴躁的星球。但是，正是因为有 AMOC 这套洋流系统，它像一条巨大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把赤道那些滚烫的海水一路向北，泵送到寒冷的北大西洋。 这台机器的功率有多恐怖？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数据告诉我们，它每秒钟搬运的热量高达1.2拍瓦。拍瓦这个单位可能太抽象了，换算一下，这相当于全人类所有的发电厂、所有的汽车、所有的工厂、所有的灯泡加起来总能源消耗的一百倍。或者可以想象一下，在大西洋的深处有一百万座核电站同时在全功率运转，释放热量。 这就是 AMOC 每天为北半球输送的免费暖气。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这股巨大的暖流释放出的热量，加热了西风带，才让纬度和中国黑龙江差不多的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冬天不会被冻成冰棍，还能下雨，还能种庄稼。它是整个北半球文明的生命线。但是这台运行了上万年的超级热泵，现在出了大问题，它快要熄火了。这不是预测。 这是尸检报告，请你在脑海里想象一张过去二十年的全球气温变化图，你会发现，因为温室效应，全球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变红、变热，南极在融化，赤道在燃烧。但是，唯独在一个地方——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违反物理直觉的大冷斑。学术界管它叫“暖洞”。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在过去二十年里，不仅没变热，反而越来越冷的地方。 这就好比你家房子着火了，全屋都在升温，但唯独暖气片却结了冰，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暖气断供了。最权威的卫星监测数据已经实锤，自1950年以来，AMOC 的流速至少减弱了15%，目前正处于过去1000年来的最弱状态。这台机器正在眼皮子底下慢慢停转，到底是什么卡死了这台机器？ 凶手非常讽刺，恰恰就是全球变暖本身。这其中的物理机制非常精妙，也非常致命。AMOC 的运行原理叫温盐环流。温盐环流，简单说，赤道的热水流到北大西洋，因为蒸发和散热，水温变冷，盐度变高。我们知道，冷水比热水重，咸水比淡水重，所以这些又冷又咸的海水会变得非常重。 在格陵兰岛附近，像瀑布一样轰然沉入几千米深的海底，形成深海寒流流回赤道。正是这个下沉的动作提供了拉动整个传送带的动力。但是现在，格陵兰岛的冰盖正在因为高温疯狂融化，每年有数千亿吨的淡水像注水肉一样冲进北大西洋。初中物理告诉我们，淡水比咸水轻，当巨量的淡水稀释了海水，海水变淡了就变清了。 它浮在表面，沉不下去了。这就好比给汽车发动机里灌了水，传送带的动力源被切断了。那个违反直觉的大冷斑，就是因为热量运不过来，导致地球血液循环受阻形成的坏死组织，它就是 AMOC 停摆的最直接铁证。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既然情况这么严重，为什么以前联合国 IPCC 的报告里说，本世纪内 AMOC 崩溃的概率不到百分之十？ 为什么那四十四位科学家现在要急着跳出来反对 IPCC？这就要揭开科学界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了。这实际上是一场保守派与现实派的战争。过去 IPCC 使用的气候模型 CMIP 六在设计之初，为了保证长期模拟的稳定性，科学家们人为的把 AMOC 的参数调教的非常稳定。这就好比你为了测试一辆车的安全性。 把刹车系统设计得无比灵敏，无论你怎么乱踩油门，车都能稳稳停住。这种模型在数学上很完美，但它对淡水注入的反应极其迟钝。它就像是一个被过度美颜的照片掩盖了真实的瑕疵。但现实世界不是模型，现实是残酷的。那像预测2025年崩溃的《自然》杂志研究使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叫再分析。 他们不信模型，他们只信真实的历史数据。他们追踪了从1870年以来真实的海面温度指纹，结果发现这个系统的恢复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当温度下降和盐度降低这两个信号同时出现时，这就是临界点到来的警报。那些科学家在信中警告说，我们可能通过那些过度修饰的模型自己骗了自己几十年。 我们以为安全带系好了，其实那个扣子早就坏了。一旦越过那个临界点，崩溃将不是缓慢的滑坡，而是断崖式的跳水。那么，如果那张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度的图表成真，如果这一点二拍瓦的热量突然断供，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真的会像电影里那样夸张吗？首先，北半球，特别是欧洲，将经历一场没有任何预警的冰河世纪。 模型显示，欧洲主要城市的平均气温将暴跌三到十摄氏度。你可能觉得不就是冷点吗？多穿件羽绒服不就行了？大错特错！平均气温下降十度，意味着伦敦、柏林、巴黎的气候将瞬间变成现在的阿拉斯加或者加拿大北部。冬天的暴风雪将不再是浪漫的风景，而是致命的灾难。所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将报废，小麦、玉米根本长不出来。 数亿人的口粮将在一夜之间归零，但这还不是最惨的。地球是一个整体，热量不会消失。它如果不去北方，就会堵在南方，南半球将面临炼狱般的高温，因为热量无法被运走。热带雨林带会被迫向南移动，这将导致亚马逊雨林的雨季彻底消失。这片地球之肺将因干旱而枯死，转变成稀树草原，甚至变成荒漠。 在这个过程中，它将释放出数千亿吨原本锁在树木里的碳，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这还没完，最恐怖的物理后果在于海平面。我们通常认为海平面上升是因为冰川融化，那是个缓慢的过程。但 AMOC 崩溃会带来瞬时海平面上升，因为洋流是有力量的，它流动时会产生科里奥利力，把海水推向一边。 一旦洋流停止，被推高的海水会瞬间回流。美国东海岸的海平面将瞬间上升七十厘米，不需要等待冰川融化，仅仅是水流停止就足以淹没纽约、波士顿和迈阿密，甚至连亚洲的季风都会乱套。我们赖以生存的雨季是靠海陆温差驱动的，一旦全球热量分布重写，季风可能不再准时或者彻底消失。 那将是涉及几十亿人的水资源枯竭和粮食绝收，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个系统的滞后性，这也是科学家们最恐惧的一点。AMOC 和家里电灯的开关不一样，不是你关了还能再开，它更像是一个推到山顶的巨石，一旦它滚下山崖停摆了，就算我们明天立刻停止所有碳排放，就算格陵兰岛停止融化，它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重启。英国气象局的模型显示。 如果淡水注入超过某个阈值，AMOC 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恢复，在人类文明的时间尺度上，这就是永恒。地球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儿吗？发生过。一万两千五百年前，当时地球刚刚从上一个冰河时代暖和过来，人类祖先正准备从洞穴里走出来，结果北美的劳伦泰冰盖突然崩塌，巨量淡水冲入大西洋，瞬间阻断了 AMOC。 结果，地球瞬间掉回了冰窟窿。这就是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严寒持续了上千年。那一次是自然做的是地球的随机波动，而这一次影响这一系统的关键变量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那四十四位科学家的尖叫，那篇《自然》杂志的论文，还有北大西洋那个不断扩大的冷斑，他们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地球这台机器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密。 也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二零二五年，也许我们还在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讨论什么时候移民火星，但请不要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深海，因为决定人类文明能不能活过本世纪的，可能不是外星人，也不是核武器，而是一股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却正在停止流动的海水。置信区间百分之九十五，时间窗口二零二五年开启，这不是一个遥远的预言。 这是科学给人类最后的倒计时，朋友们，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 APP，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声书 APP，非常好用，特别适合喜欢听书的朋友们。它的华语内容十分丰富，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权。无论在通勤、走路、运动的时候，还是睡觉前，都可以听一听，特别 OK。为了感谢朋友们对我频道的支持。 特别向 Himalaya 官方申请了十四天 VIP 免费试用，一般用户只有七天。现在立刻马上，你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使用名额。你先用十四天，如果觉得不合适卸掉就是不会扣费。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就充值继续用。